好的，各位，那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我们桌上这一盘就是 Bobo 呢，就是我在网络上申请的，它是金格蛋糕的明月蛋糕。嗯，然后它可以免费试吃。对，就是你要有妈妈手册，然后它是没有限你怀孕的周数就可以申请。嗯哼，那这个也是大家分享给我的，因为很多人说好像到了一定的周数才可以申请这个免费试吃嘛。对，通常都28周或32周以上才可以。嗯哼，然后他们家目前没有限周数。哦，金格吗？对，金格。金格是没有限周数的哦，所以大家可以先申请下来试吃。然后他给我们试吃就是油饭。对，然后还有他们家很有名的蜂蜜蛋糕。跟，就蜂蜜蛋糕。啊，这个也是蜂蜜口味的吗？哦，没有，那个味道不一样啦。哦，吓死我！我想说蜂蜜蛋糕，就是，都是蜂蜜蛋糕，然后只是味道，一个是蜂蜜，一个是咖啡。就是一个是蜂蜜口味，跟一个是咖啡口味的嘛。对。好的。那我现在来猜。好，你先猜，我先试试这个油饭哈，可以吧？可以啊。男生试吃油饭，女生试吃蛋糕。没错，这样才准，好不好？因为女生最爱吃蛋糕，男生最爱吃饭。假崩，红最多。假崩红最多，哦。刚才油饭没有很油哎，真的。你吃一口看看。我们刚好去把它烫一下啦，因为我们是昨晚拿到的。嗯，不然通常的话，你就是马上吃会更好吃。对，要油饭的话，应该要马上。因为它肉很多哎，肉蛮多的，但是还能接受，嗯，但是它那个味道太重，油饭的味道，不是那个肉的味道，哦，肉太重，然后他给我们试吃的这个油饭啊，它都是肉，没有香菇。没有那个蛋黄，哎，对，可不过有些人不敢吃香菇，它是比较比较一般的那种油饭。然后你看他给我的就是这样子各一块，嗯。那如果他真正的明月蛋糕是一长条的那一种，哦，就是给人家的那一种吗？对对对，好，我要来吃吃看哦。好的，哦，他们家的蜂蜜蛋糕还蛮有名的。你有吃过吗？就是大家听到之后，哦，他们家是做蜂蜜蛋糕。嗯，蜂蜜味很重，很香。它的油饭就还可以，但是我有吃过比它更好吃的油饭。可是妈妈有说，我们拿回来没有马上吃，很可惜。哦，因为我们又热过。但油饭啊，我有吃过比它更好吃的，所以，嗯，试吃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样油饭算是到位了哦。如果大家不嫌弃不挑的话，这一间就可以了。哦，蜂蜜蛋糕，欸，我好像有吃过哎。你应该会有吃过，很多人都会买他们家的蜂蜜蛋糕。我吃过啦，对不对？这一间我吃过啊，突然想起来了。这间很久了吧？很久啦。金格，对啊。啊，我吃过了。它的蜂蜜蛋糕是真的好吃。你看它，我一吃下去，我就知道说那个味道我好像有吃过。嗯，红豆。红豆特别。不是咖啡。给我一点点，我吃一点点就好，其他给你吃。它会太小。这样好。红豆味也蛮浓的。可是你刚吃甜，马上吃的有味道吗？有，蛮清淡，蛮顺口的。嗯，如果说今天我们要送，我们是满月要送礼嘛，对不对？对。如果真的要送油饭跟蛋糕的话，我会选择送蛋糕。嗯，对不对？我也会选蛋糕。真的，果然还是蛋糕比较好。就是如果油饭跟蛋糕比起来的话，我们应该会选蛋糕。蛋糕还蛮好吃的。对，蛋糕会比较好。油饭，说真的啊，会送油饭都是比较老一辈的
对，通常油饭送给长辈。对，就可以有可能你要送给长辈。因为现在不一定说你生男生一定要油饭，也是有生男生，然后是送那个蛋糕类啊，或者是饼干类。可是我觉得看人送吧。然后他们有一种组合，就是有油饭也有蛋糕的。哦，对，但是建议还是沾一点会比较好，因为怕味道会混在一起，就是蛋糕会有油饭的味道。对啊，我们难得啦，我们是想说刚好有申请到这个金格的试吃，然后分享给大家看我们吃下来的口味。我其实网络上很多还是可以申请的，对不对？最近有观众贴了一堆给我们，目前我才申请一间而已。你要不要分享给大家知道说你平常都去哪边找这个妈妈的资讯啊什么的？可以加入那个妈妈类的社团 FB。反正你就可以打，比如说妈妈，然后它就会出现很多东西出来。就是妈妈的社团，就是。就是妈妈社团，然后有什么新生儿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们可以加入那个社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妈妈都会分享很多资讯给大家。因为我看 Bobo 也算是蛮认真的，他都会去一些社团啊看一些资讯，然后看到不错的资讯呢，他就会跟我讲。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忘了。好笑，你看一点都很瘦。对，你看各位，男生就是要吃饭，女生要怎样吃甜点。我不想用快吃饭。其实啊，因为波波真的很喜欢吃甜点，我们就让他多吃。然后，其实我目前，你说，不敢申请太多那种试吃的芈月蛋糕。为什么？因为我怕变胖。可是我看很多人申请都是等超多小孩子的，小孩子出生吗？还是怎样？没有，就是可能还没有出生就申请，然后或者是、那会吃很胖哎。也有人是出生之后才申请。因为出生之后申请会有点赶。对啊，因为你只有一个月的时间。那我发现一件事情。这些资讯好像 FB 的社团大家会比较知道。然后 YouTube 的人好像知道这些资讯比较少。好像是。你咬一口。你吃，我吃饭。要不然你吃这个，我给你换，好不好？你要不要吃这个？吃这边。把那蛋糕给我。好，你吃的顺序太奇怪吧？吃完甜的，吃咸的。这样你还吃得出来它的味道吗？那油饭会很重啊。你为什么不吃皮啊？因为我切下去，它皮会自己掉落。这个蛋糕就要跟皮一起吃才会好吃。结果被我吃完了。哇，它是纸啊。难怪啊。那这个不是吧？这个是纸啊，那么。啊，真的、啊。对啊，你抓然后嘎了，怪怪。你不看他搞狗？吃纸长大的小孩。总之呢，这间试吃下来，我们觉得还行，但是我很想要多尝试几间去知道。一定要多试几间。一定要多尝试几间才知道。那这一间的味道，其实我们太熟悉了，因为我小时候就有吃过这一间的蜂蜜蛋糕。你有没有有名的叫蜂蜜蛋糕？可是它油饭我就觉得还好，但是不会难吃，就是你可以把它吃完。但是我有吃过比它好吃的油饭，就是你吃下去会觉得，这才叫油饭那个感觉。是哦，我不知道，因为我很少吃油饭。我有吃过，可是那个很久了，印象中，但是我不太会形容这个东西啊，有可能大家要去试吃了才知道这样。好，不过它的蛋糕不错。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几间可以分享啊？他们有说几周后才可以分，因为很多都是28周或32周才可以申请。对，所以有可能要过一两周后就可以申请再申请其他间。那目前可能会先以台南的为主。
我们住台南，当然是以台南为主啊。哎，很，因为很多都外县市的。哦，是哦。嗯。啊，台南的很少。台南的就有几间而已。啊，我就是要找一下。我真的觉得我们台南的东西都很少。其实不用担心，因为现在很多都是有宅配。哦。就是你要付那个宅配费，然后他就会从外县市帮你寄过来，这样。就给你试吃这样。对，然后你可能就是要付那个那样商品的金额。嗯哼哼，可是他可就是会帮你打折。嗯，那如果大家不想要试吃那么多的话，嗯，最快速的方式就是你直接上网查。你说看别人的评价吗？就是，然后你就看大家要挑选什么去送，这样是最快的。嗯，也是可以啊。哦，对，这样才是最快的啊。如果说你想要亲自去像我们那样试吃啊什么的，就慢慢申请这样。没错哦。好啦，那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也希望对大家都，对以后大家如果真的当妈妈要申请这些试吃呢，嗯，多少有一点点帮助的话，那是最好的哈。对，啊，如果大家知道这些资讯呢，都可以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对，或者是加入那 FB 的社团，你们都可以看到很多资讯。对 ，OK。欸，我看一下那个社团开头叫什么名字？嗯，他的社团名字叫"妈妈手册宝宝手册"。反正就是，反正这个开头，然后他名字超长，什么儿童手册、妈妈教室，然后最后一个就会打一个爸妈交流区。这个好像也是观众分享给我的。真的假的？哦，是哦。对，十几万个人在里面呢。有14万个人，14万个成员。哦，酷哦。对，然后有前阵子前几天跟妈妈分享了一整排，好像应该有破百个吧。明月蛋糕的事实，我想说，天哪，也太强了吧！真的 很用心的在做功课。对，哦，好啦，那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分享，如果下次我们还有看到什么不错的分享，再分享给大家。拜拜。